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手机游戏名为《糖果灾难》，是一款从 Steam 上移植过来，结合了机关陷阱的塔防策略手游。玩家在游戏中将扮演疯狂的科学家 Jack， 为了帮助朋友去收集散落在各个星球的能量糖果，开始与不同的敌人展开各种战斗。游戏加入了比较轻微的 roguelike 元素，就是玩家会随机寻路，不再是单一的进攻路线，这样玩起来的话就更加紧张刺激哦。关卡开始前，你可以选择要使用的机关陷阱类型，进入关卡后就能够自由组合各种机关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布置陷阱需要使用到点数，而点数则可以通过消灭进攻的敌人来获得。中间你也能购买新的机关陷阱，改变陷阱的位置或者是进行升级。不过某些情况下，与其增加陷阱的数量，升级它们可能还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哦。整体是款比较有挑战性的手机游戏，推荐给喜欢塔防游戏的玩家。